提醒您本期看点。学员化身拆弹专家，现场惊现神预测选手。我去提选了啊！我觉得一定是个单数。这种大吉利数一般出题人不会去碰。64王源选了，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话，炸四次。好，会不会中呢？欢乐狼人再次集结，竟然玩出惊天大反转！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现在都是预言，满台预言家，这是在开玩笑吗？究竟谁在撒谎？不好意思，让一让，带你回到90年代。我是这一家的大哥，大、姐，三弟，我是他们的妈妈，他们三个都是我生的。Oh my god！我不叫他走一回，寥寥也算为你思念成河，他付出你呵护着我。以后演唱会就找我吧，我有时间。我可能今天不办演唱会。古巨基办演唱会啊？你们演唱会缺拖把吗？我决定暂停演唱会。我的心像那一只不回来。大本营现在信心出发。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来，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么多这个好朋友们。来，王源、张碧晨，我们7月份在深圳有演唱会的古巨基，还有我们最近一直在快乐大饼一直不走的我们喜爱的杨迪，还有最近走在时尚尖端的孙杰。接下来玩一个非常刺激的游戏，数字炸弹。游戏规则：场上8人参加游戏，剩余2人主持。主持人在1到100中写下炸弹数字，参加游戏者每人依次喊一个数字，主持人逐渐缩小范围，喊中炸弹数字的人失败，并接受气球爆炸的惩罚。你们四个惨了，为什么？因为第一轮的数字炸弹是我来出。好，而且以我跟谢娜和古巨基的默契，你们两个悬了，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一定要绕开那个数字。好，难道跟你跟王源没有默契吗？难道跟你跟王源没有默契吗？我跟王源正在建立默契。滴滴滴滴。接下来，我在0到100当中随意的写一个数字，然后亮给我们的摄影机看，然后接下来这个数字就成为我们的炸弹了，好不好？杨迪，你先来吧。杨迪，加油，来，58。这个默契。0到58。28。28到58。你算，你能算出来呀？啊，你能算出来呀？那你马上算，28到58中间多少个数？48。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你们一个个不可能吧，何老师？哎呀，我就说啊，我跟王源有一种迷之相似。可能吧。所以他一定不会去说他心里想的那个数字吗？所以是安全的，所以是安全的。啊，回味。来，碧晨，38。会不会中呢？3、2。38到48。47。假的。有一种友情叫何炅心。不可能，绝不可能。他们看到了我第一波写的是47，骗你是小狗。后来我发现太亮着观众了，我怕观众忍不住提醒改的。好，不行不行，观众看到了，这都是王源那波的。38到47，欣欣，
四十。我觉得一定是个单数。这个时候要相信女人的直觉。如果不是单数呢？那就是偶数。好，无心站直，无心站直，来，三、二、四十到四十七。古鬼街四十三，悬了，全场人都要走了。到底是不是四十三呢？三、二、一。你许个愿吧，今天难得穿个睡衣来大本营。希望大本营不止二十，还有三十、四十、五十，一直多下去。谢谢。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最近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大本营很受欢迎的一个游戏，叫做《欢乐狼人》。欢乐狼人游戏规则由场外裁判主持，每轮七人参加游戏。游戏角色分别为两个狼人、两个能力者、预言家和法师，以及三个平民。平民和能力者为好人阵营，与狼人阵营对立。狼人消灭所有平民或所有能力者即为获胜，好人阵营消灭所有狼人即获胜。角色技能介绍：狼人们每晚偷袭一人，预言家每晚可查验一人身份，法师有解药和毒药各一瓶，但解药毒药不能同一晚使用。平民虽无特殊技能，但人数最多，在白天投票中要团结起来淘汰狼人。欢乐狼人游戏开始，请各位玩家依次确认身份。孙坚，平民。二号，请确认身份。杜海涛，预言家，好人中的一员，每天晚上可以查验一名玩家身份。三号。谢娜，平民。四号。王源，狼人，与平民作对的邪恶势力，每晚可偷袭一名玩家。五号。李维嘉，法师，好人中的一员，有解药和毒药各一瓶，解药可救活一人，毒药可偷袭一人，解药和毒药不能同一晚使用。六号，请确认身份。张碧晨，狼人。七号。古巨基，平民。身份确认完毕，进入第一页。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确认同伴。狼人，请选择偷袭对象。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选择查验对象。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法师，请睁眼。被偷袭的玩家是，请问你要使用解药吗？你要使用毒药吗？法师，请闭眼。天亮了。昨晚被偷袭的玩家是二号，没有留言，还不动。哇，你们好强壮啊。
指了个大事想玩一把，验也没验对，发也没踢刀，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混了个身份。接下来从一号玩家开始发言。我是平民，我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我跟着有主意的人走。我现在非常的轻松，因为我这个人吧不适合有任何的身份，我喜欢很轻松的来玩一个游戏，所以我是一个轻松的平民。那么我怀疑谁呢？那么我怀疑谁呢？现在还没有特别怀疑的，我先听一下你们的。但是我觉得海涛不是狼人，还用说吗？四号玩家请发言。我怎么知道？就一个晚上，然后海涛哥被杀了，第一轮，然后我这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然后我自己也没事，所以我就过。五号请发言。我相信娜娜她是一个轻松的身份、这就是我唯一能够看出来的。但是孙坚，我觉得你的表情有一些就是过了，其他的就没有了。六号请发言。首先我是一个平民，然后嘉哥现在说是孙坚对吧，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当他得知海涛被杀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角度正好是看到孙坚的表情、他很夸张，可能是这是他正常的反应、是这样、现在因为第一轮就开始踩人，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就是狼人，要么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的平民，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会玩。七号请发言。首先我是第一次来玩的，我希望狼人先不要把我淘汰，让我这个平民可以继续玩下去。然后维嘉，你看到的东西跟我看到的一模一样，刚刚海涛都还没被宣布要淘汰的时候，孙坚已经做了他的那个，做了那个表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戏有点夸。以我拍戏的经验来讲，就是导演还没喊 action， 已经演有点过了。我一看就没有队友啊，我要是狼人的话，我肯定有队友。你们这后面都，请不要对话。我哪有队友啊？接下来进入投票时间，3、2、1。请投票。一号玩家获得4票，出局。之前还有留言机会。我有留言了，看了吧？我是平民了吧？我一定是平民，要不然不可能这边一水的全部在投我。但是，我觉得碧晨，你不应该自保。就如果你是平民的话，你应该跟着我一块儿，你会相信到我，你一定会相信我。但是你这会儿在自保，所以你投了我，我就觉得你肯定有身份，因为你在跟他们一块儿。带他回家。再见，张碧晨，咱俩说好的，你说你是我朋友，你相互了解我，你还是这样做啊。你为什么叫他丽媛呀？猜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刚是那表情，我就觉得把他投出去，他是预言家了。张碧晨一定是狼人。张碧晨的王者。你对张碧晨的分析特别准确。接下来，进入天黑时间。天黑，请闭眼，狼人睁眼。狼人，请选择偷袭对象。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选择查验对象。他的身份是法师，请睁眼。被偷袭的是你。要使用解药吗？你要使用毒药吗？法师请闭眼。天
亮了。我被杀了吧？不要太激动，昨晚是一个平安夜。杀到法师了，所有人都在这找好身份，我真的快气死了。三号，从你开始发言。我现在非常相信那个孙坚走的时候留的言，因为刚刚在孙坚就是走之前，确实那个张碧晨说孙坚不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投的时候又投了他，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怀疑他。我觉得之前鸡仔哥和嘉哥说孙坚哥是狼人，但是现在孙坚哥被投出去了，孙坚哥是平民，我就可能有点怀疑鸡仔哥和维嘉哥是狼人。我个人坐到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很寒冷，因为我觉得有被一股杀气包围着的感觉。孙坚的留言非常管用，还有我觉得抽到坏身份的人不敢乱咬人，其实反而好身份的人敢确定的说谁谁谁，所以我就更加深了我对这两个人的怀疑。跟着我一起跟票的有一个人是王源，所以你们为什么不怀疑他呢？而且很明显的是，嘉哥就是一开始很确定的要把孙坚去了，如果他是就是好身份的话，他为什么一定要杀平民？现在所以我怀疑他们两个。七号请发言。我跟维嘉都是好人，如果是狼的不会联手第一轮就出击，就很蠢嘛，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伙的。发言结束，进入投票时间。三、二、一，请投票。四号、六号，两位玩家评票，请你们进行再一轮发言。其实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我，我是一个平民，反正如果你指向我，这轮输了就输了呗。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点不确定，但是我可以确定，娜姐的身份是好的，然后鸡仔的身份是好的，然后我觉得应该刚刚我们已经搞出去了一个狼人，我觉得海涛有可能是，可是呢，我现在还是就是觉得嘉哥跟圆圆，我觉得可以先把圆圆投出去，然后下一轮再把嘉哥投出去。接下来请各位投票，请举牌。六号玩家出局，游戏继续。他是不是嘉哥和是吗？他只要把他杀了，对，就赢了。对，但是就现在不知道。他肯定知道，王源现在肯定知道维嘉是了，那就是肯定赢了。你玩的特别好，你玩的来，肯定赢了，准备投降了。你看，天黑，请闭眼。狼人，请选择偷袭对象。嘉哥是几号？五号啊，举了五，你们就赢了。床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悲催的预言家海涛在第一晚就被狼人锁定淘汰出局，而在第三晚没有了解药的法师维嘉被狼人查到淘汰出局，此时两位能力者均被淘汰，狼人胜利。对，这把太精彩太精彩了，最后两个狼人互投，张碧晨去怀疑那个王源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在后面默默地给他叫好，一方面保护队友，另外方面让局势，对，因为娜姐肯定是一个普通人，剩下就他们两个嘛。我觉得以鸡仔的性格，因为他跟孙坚不熟，第一轮有可能就会救他，而且因为他没有玩过，所以嘉哥可能觉得他没啥用，就直接就不救他了。好，我们进入到下一轮。提醒您稍后看点，欢乐狼人再次集结，竟然玩出惊天大反转。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现在都是预言，满台预言家，这是在开玩笑吗？究竟谁在撒谎？不好意思让一让，带你回到90年代。哎呀，爱自由，我想和
四月二十九日起，每周六晚十点，一叶子面膜，我想和你唱。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一号玩家，请确认身份。你还没有看，耍横干什么？还不知道自己是啥呢？二号玩家，三号玩家，四号玩家，请确认身份。五号玩家，请确认身份。六号玩家，请确认身份。七号玩家，请确认身份。七位玩家身份确认完毕，进入第一页。天黑，请闭眼。狼人睁眼。狼人，请确认同伴。狼人，请选择偷袭对象。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请选择你要查看的人。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法师，请睁眼。昨晚被偷袭的是，你要使用解药吗？你要使用毒药吗？法师，请闭眼。天亮。昨晚被偷袭的玩家是四号，请留言。我是预言家，我昨晚没验出来人，但是星星下面不管是投他或者是看他怎么发问，听听他的发言。走就走了，怎么还弄我一下？我就是什么意思啊？把话说清楚。就应该跳身份，说你是平民就好了。你这样，你就整个把大家搅乱了。你不帮助预言家吗？怎么帮助预言家了呢？我替他死了吗？感觉？因为你不知道预言家是谁，你怎么帮？对，你也不知道狼人是谁，结果你坑了一个队友。接下来，从一号玩家开始发言。不是从他后面的吗？从我开始吗？哇，首先我觉得。四号应该不是预言家，因为如果他是预言家，他没验出人的话，他至少应该给我们留个好身份，而不是怀疑一个坏身份。但是他怀疑星星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直觉，没有什么营养。我觉得真正的预言家，如果预言出来了，就直接告诉我们结果，然后呢，请法师晚上救他一下。我们就会有方向，好不好？然后我们平民可以跟着他们一起玩。我是平民，过。这个首先呢，我是平民，我要告诉大家。其次呢，四号他被偷袭了，但是呢，法师都没有救他，这说明什么？人缘不好。人缘不好的人说明什么？他说的话不可信，对不对？他被偷袭了都没有人救他，他还怀疑别人。我是平民。我不怀疑任何人。首先我告诉大家，我是预言家。上一晚上我查了何老师，何老师是那个狼人。这个我就觉得得好好思考一下了。五号，请发言。把我给搞懵了。等
等一下，他是预言家，验了何老师是狼人，那就何老师是狼人了。要不然为什么他要跳出来？因为跳出来很危险的。因为我跳出来了，所以就希望如果我下一轮被杀了，请不要对话。救我！救他！啊！这个真的太……很纠结是吗？对，选择一位怀疑对象或者 pass。先，我心里面比较倾向相信王源。六号，请发言。本来说第一回合应该没什么线索，结果扑朔迷离到这个程度了。首先四号被杀很正常，就在座的都想杀他，然后法师不救他也很正常。有些玩的高明的是自己先偷袭自己，然后埋下一些祸根。以我对四号的了解，他也没有这个智商来玩这么高深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一个平民在那边假装故弄玄虚炫耀自己玩很好，但是玩得太烂了啊。然后王源说他自己是预言家的时候就非常恐怖了，因为让我对他稍微产生一些怀疑，有可能他本身是狼人。我要么一号要么三号，这回合应该就这样走了，太痛苦了。七号请发言。开始之前我们选座位，我听说坐最后了，能多听一点能分析。可是我刚刚听了这么多位我都没听懂，让我多玩一会。狼人先不杀我。所有玩家发言结束，接下来进入投票时间。等一下就要开始投了，我的妈呀，等一下，我的妈呀，为什么你的戏这么多？法官骂你了。可以开始投票了吗？随你。好的，三二一，请投票。三号和一号两位平票，请进行再一次的发言。在预言家的身份没有揭晓之前，在法师的身份没有揭晓之前，任何此刻跳出来的人都有机会在夜里被救。但王源呢，忘了他刚才语言当中有一点疏漏，他说他是预言家，夜里验了我是一个狼人，但是他最后又说了一句，所以一号的身份值得研究。请问你都验出来有什么可研究的？就带领大家投就好了。这就是他跳得不够彻底。我在昨天夜里验的就是孙坚是个好身份，但是王源是个铁狼这件事情我已经确认了。就算我待会儿被投走了，你们不会有预言家带你们玩了，下轮投王源，平民和能力者还有机会。我有一句话确实说了，我说何老师的身份有待考证，因为我在第一天晚上验了何老师是狼人，然后何老师却说我是平民，那现在我就肯定不能说何老师一定是个狼人。我如果这样说的话，大家肯定就会怀疑我了呀，所以说我就只是说出这件事情，然后何老师到底是狼人还是平民，你们自己想。我觉得王源的意思就是想说让法师可以保护他，但是给弄复杂了。可是因为现在平民你不知道谁是预言家，你想保预言家，但是结果你现在自己害了预言家。请在一号和三号当中再次做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投票。一号玩家请留言。好，接下来不会有预言家了，所有再继续跳的人都是假的。王源是个铁狼，所以等一下不会有人验，但是平民记得等一下把他投出去还有机会。就这样，再见。何老师，你被猪队友害了。你被猪队友害了，这个第一个猪队友。我也是害你了。
你的。王源他是平民是吧？对，他是弄错了。他哪有这么玩的呀？他如果不是狼人，他不能这么跳的。他只能他跳预言家，他只能给别人好身份，他不能给别人坏身份。他踩我踩到好人了。现在的情况是，孙坚走了，孙坚说他是预言家。然后王源跳出来他是预言家，说何老师狼人。然后何老师走的时候说他是预言家，说王源是狼人。然后所以现在很有可能是有一个狼人已经走了，也有可能是有一个预言家。按照我们台面上看似清晰的，就是淘汰了一个平民，然后淘汰了一个狼人，这个是非常比较清晰的，但有可能有一些玄妙之处。各位玩家，不如我们进入第二页吧，天黑请闭眼。狼人睁眼，狼人请选择偷袭对象。狼人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选择查验对象。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法师请睁眼。被偷袭的是，你要使用解药吗？你要使用毒药吗？法师请闭眼。天亮，昨晚是一个平安夜，游戏继续。平安夜，经过刚才第一轮的这个分析以及大家的发言，我现在严重的觉得何老师跟孙坚都是平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掩饰那个要展示我的身份了。我不得不要展示我的身份，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验到了一个狼人的身份，就是古巨基。所以请其他的三位多留意一下七号的身份，我是预言家。这是在开玩笑吗？反正我就说直白了，上夜我验的是欣姐，欣姐是平民，然后我是预言家。首先何老师狼人是被带走了，他为什么就死认为我是狼人呢？现在就是场上应该有一个狼人一个平民，然后我就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我突然想到第一轮有一句话，就是鸡仔哥说，他说狼人不要杀我，让我多玩的久一点，我觉得值得怀疑。前面我有点懵，现在我比较清醒了。首先不相信孙坚说的他是预言家，但是我现在相信何老师说的他是预言家，所以欣欣和王源中间有平民也有说谎的人。六号玩家请发言。我大胆的分析，首先二号一定是一个平民，他刚刚发言肯定是保预言家，所以他跳出自己是预言家。然后呢，他在言语中就稍微挑衅一下七号，说七号是一个狼人。这个时候鸡仔哥的表情，由于我离他非常近，其实我验到了一个狼人的身份，就是古巨基，就是古巨基。真的闪过一丝害怕，哎呀，从香港刚过来，妈呀，一下就被发现，那种感觉就非常明显。所以说，我现在非常笃定七号一定是一个狼人。然后，我们王源同学从头到尾，因为他拿到了预言家这个身份，所以他每次的发言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说，你说的每一句话，目前为止我都相信。我想发言的是，他们当中一定有狼人，因为他想把好人都挤出去。然后如果你们大家往后投票是根据他们所谓的分析的话，那就一个一个好人这样丢出去了，太危险了。七号发言结束，接下来进入投票时间。三二一，请投票。七号玩家请留言。
剩下的好自为之。我自己走可以吗？要抬吗？接下来进入第三页。天黑请闭眼。我狼人睁眼。狼人请选择偷袭对象。有机会了。狼人闭眼。他应该杀杨迪啊。他你还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杀。你们明明已经知道杨迪是法师了，对不对？是。预言家请闭眼。法师请睁眼。被偷袭的是你，要选择用解药吗？你要用毒药吗？法师请闭眼。天亮。昨晚我们送走两位游戏伙伴，二号五号。游戏结束，好人胜利。耶耶，你狼人太刺激了。为什么？何老师，你是预言家呀？你是预言家呀？你不是狼人，你为什么要踩我呢？我没有，我听到里面有声音。我那另一个狼人是谁呢？是古巨基啊。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们太神奇了。你们没有验过，你们怎么敢那么踩？你万一踩到好人呢？你是平民的话，你怎么可以踩一个你不知道身份的人是狼人呢？那我是预言家的话，我肯定踩你是狼人啊。这一把其实是可以赢的。你们真的可以赢。其实你已经知道他是法师了，因为他们夜里偷袭了他，然后呢他用了自救的方式把自己给救了。他没走嘛，说明他是法师嘛。但没想到娜娜没有去偷袭他。但是如果我投了他的话，游戏就结束了。对，游戏就结束了。我想把所有的技能全部用完，因为我是代言人嘛，要把所有的这个技能全部展现一遍。恭喜代言人又输了。他不但是代言人，他们还这个 APP 还专门给娜娜开发了一个四川版的。四川版的。四川话、啊、是四川话说吗？就是你来一个。我不是坏人，你是狼人。你用四川话说个我是预言家，你跳一个预言家。对不起，我是预言家。其实我在那个欢乐狼人杀的那个APP 里面、我有在那个房间里面真的跟就是不认识的人玩过。然后就是你真的只能他征集，你要变个声音吧。你是怎么说？我怀疑一号家学那不就是我们的法官吗？真的就是不认识的人一起。哎，法官露个脸吧，好多人想那个法官露个脸、我们帅气的法官。快乐大里面这么多年的配音也是他。哇，法官脸好油，捂着脸。你用大本营的那个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快乐大本营，欢乐狼人杀游戏规则。谢谢。如果苦于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多人可以陪你玩的话，就可以下载我们提到这个欢乐狼人的这个 APP， 其实很容易上手的。像我们都是之前在这个化妆间稍微学一下就可以玩了，是我们娜娜代言的。对，这个是就是从来不会有三缺一，就是你想玩随时都可以组队，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开房间，就是在里面玩。游戏简单易懂，欢乐烧脑，演技要好，得分角色握在手，谁惹我带我走。欢迎大家多下载欢乐狼人。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提醒您稍后看点。不好意思让一让，带你回到90年代，那里的画风竟是这样的。我是他们的妈妈，他们三个都是我生的。想跳吗？想跟我们一起追逐潮流吗？不想。为了赢得宝贵机会，他们创意百出。
九零年代承载了我们太多难忘的记忆。我唱得痛心醉，爱爱爱哭完永远的伤害。有个叫爱让不让的小山村，那里的画风是这样的：立足美丽乡村，服务村民百姓，这里是爱让不让乡村广播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俺们村要挑选一个优秀的文艺团队，是代表俺们村去县里头表演，大家伙一定要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孩子们，妈妈来了，都起来，都起来，来干嘛呀你？娜娜，你是谁呀、啊、你？我是妈妈呀，圆圆。哎呀。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家人好吗？我是这一家的大哥，我是这一家的二姐，我是这家的三弟，我是他们的妈妈，他们三个都是我生的。你看一看，我们就是一家人哈。但是妈妈今天来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真的是。来吃瓜。好，妈妈边坐着跟你们说啊，刚刚没有听到广播吗？村里又要举办那个文艺汇演了，每次文艺汇演只有你一个人参加，好无聊的。哎呀，大家都知道妈妈喜欢秀才艺，但是今年我希望全家参与，知不知道？那你先说服好三弟吧。他的英文名字叫三迪。三迪，哎，去年你因为学业非常重要就没有参加，今年要不要好好参加一下这个文艺汇演？不要。妈妈，妈妈在你们这儿说话没有分量，是不是？哎呀，妈妈，我想说一件事情。你说。隔壁有几个大哥哥老是对我图谋不轨的样子。你就是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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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怕他们有一天会打我。哎呀，就是这几个大哥哥。穿小白裙的那个，小白裙的那个，放学别走。你们有本事过来呀。我们过来怎么了？不要跟他们这些土包子讲话，一点都没有时尚。这个文艺汇演妈妈一定要拿下，势在必得，所以说我们家族的那个家族之歌还是要唱一下好不好？好，给自己加油打气一下。来好，音乐在哪儿呢？大点声。最美就是我，啊哎呀爱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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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棒啊！哎呀，我觉得我们这次赢了！我跟你说，我早晚啊。我早晚把我们两家这玻璃窗给它糊成一堵墙，永远感觉一股土气过来。真的，来干什么？来干什么？来干什么？这理一次头发多少钱呀、啊？好向往时尚的，向往时尚，对不 对, 对？我跟你讲，你有那么一个娘，一辈子都时尚不了。完了，你竟然说我妈妈！你少来，就是因为我店里生意好，就蹭我的人气，开在我们旁边，蹭我们家老三的人气。哼，你们先不能过来，因为我们这个发廊叫天下无敌，跟敌有关系的都不能在这屋里。我不认识什么敌，我是羊婆。哪有什么敌啊。好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年拿出我们更代表我们店水准的表演，让你们看看我村的时尚之巅到底在哪儿。跟妈妈跳，来。水平了，今年的文艺汇演我又赢了，我已经知道了，肯定的。我跟你讲，一家子能感动一个，等一下，等一下，讲话歪了。好吧，这样，麻烦你们过去一下，来，
哎，麻烦你们不要到我们房间来，好吧？你们在赶我和我三弟？不是啊，在赶我和三弟。我们这屋你留下还行，因为你让我有创作欲啊。今天让让团和不让团正面交锋，争夺我村，争夺我再扔回来，争夺我村唯一的文艺汇演的登台机会。我要的是那个机会，这把梳子，我不要也罢。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不好意思，让一让。欢迎各位来到快乐大本营二十周年特别节目，我们和最右 APP 联合推出的特别环节，不好意思让一让，看搞笑视频就上最右 APP。 今天我们让让团口号要喊一次吗？好拿出我们的时尚态度来，三二一，不好意思让一让。不让我们不让。不好意思让一让。不让我们不让。不好意思让一让。你还嫌我，我没嫌你这味儿，你还嫌我。我这这么香。哎呀，好，女儿别和他们一般见识。你们要比赛什么？我们比赛才艺。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小节目。不好意思让一让比赛规则，比赛一共分为三轮，每轮表演结束后由现场的100名观众进行实时投票，墙会根据观众支持率移动到相应位置，改变房间格局。每轮得票较低的队伍先进行表演。第一二轮比赛都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表演空间，最后一轮决胜局，房间格局大的队伍赢得胜利。接下来就是精彩的表演时间啦。我必须说我村颜值真高，随便拍几个美到翻。可惜你们的发型不够盛放，你们在时尚度上还有待提高，好吗？我觉得你们的那个时尚度够了，就是脸稍微有点油。这样好了，我派出我们这个天下无敌发型屋的颜值担当，我坚来拉拉票，好不好？想时尚吗？想跟我们一起追逐潮流吗？不想。三弟非常好，好棒，圆圆非常好。三弟，我一听到王源说话，我就想戴眼镜，因为看三弟要配眼镜。不要问疑问句，因为对方爱接话。嗯，好嘞，只说一句话，投我们代表你们时尚，时尚最时尚。那完了，圆圆拉拉票，随便说两句。圆圆，你都不用说。你稍微往前走一步，我相信去现场爆发热烈的掌声。你不信试试看。那还是得说一下啊、嗯，投他们代表时尚，时尚最时尚；投我们代表他们最 low。哎呀！来，先请观众投票，起始投票，票数低的那一队先演。各位拿出你们手中的投票器，三、二、一，请投票。蓝色，看这边，蓝色，看这边，红箭。如果喜欢王源就按绿键，如果没有绿键就按蓝键。来，没有投我们票的杨博今晚爬你们窗户。Oh my god！ 好，来，请公布结果。红色。喂，哎。差这几票是正常的，时尚注定是孤独的。你要被绝大多数人认同，你得有多普通。等一下，要对得起那三十几票哦。好，我不拦着你们鼓掌，好不好？来吧。嗯，一个个的哈，
年纪轻轻的，一点激情都没有，不就是60多票对30多票吗？你要是被全世界都喜欢，你得普通成什么样？而且我们对接下来的表演一定要特别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杜鹃花没参加。我知道你们现在没有斗志，我把一句特别喜欢的鸡汤跟你们分享。虽然我不能，但我一定要。如果我一定要，我就一定能。老板威武。好，唱起我们天下无敌美容美发世界中心的镇店之歌，激励一下大家，好不好？来，音乐起。没有时间在无谓的沉默叹息，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背脊，迎着世界的风，我要无畏的挺立。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要做就做最好的，不要明天再说真的可惜。我知道我能做到底，就是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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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努力。演个节目你还送我一个戒指，你说你真是太客气了。我想真的告诉你，姐姐，给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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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不只送了你，我还送给了村民们。是这样，如果等下投票的结果让我满意，我这也有钻这个珍珠项链啊！亲爱的朋友们，一起送。刚才这个表演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想起了6个字：越努力越心酸。如果只是为了不心酸你就不努力的话，你只会更心酸。好，把这个最后把这个也扔给观众。我要看投票的结果，我又不傻。 A 货。娜娜，你如果质疑我的金项链，你不如研究你妈那珍珠项链。妈妈，这个可能是假的吗？戴了多少年？那个杨婆这个珍珠项链，常婆叫妈妈，从生出来就带出来的。好吧，来吧，刚才我们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已经艳惊四座，我相信对方已经是溃不成军。你看人都只剩2个，你们特别特别担心。你们刚才是30多票吧？是，这舞蹈一完只剩20几票。不会的，不会的，我掐指一算，我们刚才的舞蹈会成为若干年后的表情包。我那双最好的儿子现在已经去准备了，待会儿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我只听说过一双最好的鞋，我也听过，没听说一双最好的儿子。杨婆每次说一双最好的，我都以为是要说袜子。不管那么多，反正都是用来穿的，是妈妈非常贴心的宝贝儿。来吧，加油，准备去了。哎，期待一下我儿子们的表演。其实我也不
是微笑，听说是我颜值棒棒哒，好棒。店门口有我们电话号码，要点啥都能送货到家，刮大风下大雨我也不怕，反正送货的全都是他。花生瓜子大头巴，泡面鞋垫大麻花，一口价别想拉，统统只要8.8，这么便宜还砍价，你真的好意思吗？干脆店铺都做你吧。看隔壁都顶着什么头发，一个个像刺猬爆了炸，当我又不小心看到了他，辣得我眼睛就快要瞎，辣得我眼睛就快要瞎，辣得我眼睛就快要瞎。等一下，就是非常感动，非常感动，这六个人真的不容易。而且我们圆圆前面这个孩子双腿已经弄到骨折了，整个都已经还在那边舞动。我们这边的风格就是假唱，而且不张嘴，不张嘴。我们圆圆嘴从头到尾没张一下，不是，反正这个又挡脸，反正嘴又对不上，那何必呢？哎，刚才我们的三弟刚才的就有几个就是抖腿的动作，用尽了毕生的力气，来给大家再一次展示一下。哦哦，这个哦哦哦，可以往前走。三弟疯了，三弟疯了，三弟疯了！村民们，来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刚才的表演，妈妈，刚才的表演特别像你被关起来了。妈妈，我爱你。来抚摸一下，哎，好笑啊，摸一下妈妈的头发，说一句妈妈辛苦了。妈妈，我们辛苦了。我们，你看看我多不容易，40多年了，孩子连摸我一下都要用这种方式。接下来交给我们100位的朋友来投票了。刚才两段精彩的表演，一个是非常励志的，我真的很不错；还有一个是没有对上嘴型的杂货阵线联盟啊。支持我们投蓝键，支持他们投红键，各位请选择。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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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统统只要8.8，这么便宜还砍价，你真的好意思吗？干脆店铺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刻的结果。谢谢各位时尚人士，谢谢。来，舞台变化。我们的店，我们的杂货铺。因为是少数多演，所以你们等一下先演。但是我们规则改变的是，你们现在的表演如果能够让观众喜欢的话，可以舞台随时变大。也就是说，各位亲爱的观众，如果喜欢他们的表演，在他们的表演过程当中也是可以改建的。我现在马上要拨通我在香港那个儿子的电话。哎呦，哇哦！三弟3岁的时候独自去往香港求学，30多年没见了。哎呦，我试着打个电话。妈妈，我们怎么不知道还有个香港的哥哥？你们当然不知道，那哥哥你们那时候还没生。喂，
你现在在铜锣湾是不是？请马上到达长沙，妈妈要见你，要支持一下妈妈。好的，妈妈，你几岁了？你还相信这样可以打电话呀？应该是平板了。啊，喂。好了，等着吧，我香港的儿子来了，你们真的等着瞧。妈妈，你还没挂电话嘞。好，真的，你们等着。好贵的。香港的儿子啊，大家期待一下我香港的儿子。提醒您稍后看点。重磅外援助阵文艺汇演，能否力挽狂澜？有一份向冷天，存在我的心里边。他们互不相让，使出浑身解数。救命啊！比赛结果究竟如何？快乐大本营，现在信息。出发！哇！这身在哪里？啊，好帅！这是我来自香港的哥哥。有一份向冷的天。每点小意见，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弄着脚底的烟尖，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半夜片，哦哦哦，故乡睡眠，哦哦哦，老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也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有一份向冷的天，住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有一份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有一份向冷的天。问题，她是妈妈，我是妈妈，你三岁，你像奶奶，你像奶奶，妈妈老了，我都这么，我认得的妈妈不是长这样的，妈也不是长这样的，没有，我们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看妈妈后来又生了这么多，我看得出来这边是兄弟姐妹，可是你刚回来就排挤妈妈，再见，你们都是妈妈捡的。不是，妈妈辛苦了。没有，你一直在问为什么你们留在村里，对，鸡仔去了香港，对不对？气质，因为气。我
我做了一些选择啊，不好意思，当年为什么不弃掉我们？对对，都很好，现在都长大了，对对对对吧？谢谢妈妈辛苦把我们欢迎我们的好吧？鸡仔，欢迎，欢迎，谢谢。怎么样？很精彩呀、啊！我觉得你们杂货铺放大招了，因为古巨基先生这一来，你看现在变成是68，对不对？我刚才完全沉浸在我的艺术里面，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舞台已经这么大。你们不知道，就是古巨基一出来，刚开始一唱的时候，舞台就滋滋过来了。有一份向冷天，住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让逝去的心再甜。也就是整个表演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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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上台一亮相，呜又来了。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然后妈妈一出去，又回来了。红尘呀，滚滚世事呀，情深聚散终有时。谢谢大家啊！有68观众刚才支持古巨基、谢娜和杨子的表演，我说你们还算是有眼光。谢谢大家。是这样吗？爱你们。是这样。从香港回来的古巨基先生还配合你们这样的表演，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如果想看古先生的表演，不如去古巨基的演唱会。哥哥，我们可以去吗？我们可以去吗？一起来了，一起来。妈妈也来哦。妈妈，妈妈就妈妈在门口卖票。妈妈可以去，但妈妈不要上台，好不好？你刚回来就排挤妈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大概的时间地点？七月份，深圳。七月在深圳，对不对？支持支持。谢谢。支持古巨基的七月份在深圳的演唱会。好，既然不让团请外援，我们也不能客气。我们这个外援真的很厉害。太厉害了！他一唱这个歌，全场会大哭。我跟你讲，重点是我们从隔壁村的首席发型师直接跳过来，今天参与我们天下无敌美容美发中心的表演。我们接下来这个表演由我村的杜鹃花和这个姑娘一起带来凉凉，我们欢迎张碧晨。啊，那我就放心了，张碧晨是很棒的，但是还有杜鹃花一起表演。仙女。会能不能再相认，
就让情分多纠缠。警察又来了，我们这边派过来的卧底啊。你在瞪张碧晨，你跟人转圈，你瞪人家干嘛？哎，不是我，你刚才从这儿走过来的时候，对你瞪人家干嘛？你是不是你的理解是深情的眼神？我是那种情绪的爆发呀。我看到碧晨唱完了，就回头看到海涛，就一直找脸，他不理我。以后演唱会就找我吧，我有时间。我可能今天不办演唱会。哎，你说什么？海涛，那个古巨基办演唱会，古巨基，他可以到你演唱会来唱。你们演唱会，你们演唱会缺拖把吗？我决定暂停。你们的场子需要打扫吗？暂停演唱会，不是暂停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还是妈妈好？妈妈和他一起掉到海里，你要第一个去先救谁？妈妈和他一起掉到海里，你要第一个去先救谁？我自己丢到海里，把自己溺死。一起死！哎，瞪他，瞪他，瞪他，看着像刚才那样深情的看着他。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决赛来进行我们最后的比拼。一首歌的时间，游戏规则，两队各派四人，共计八人，合作表演同一首歌曲《青春舞曲》。在演唱过程中，八人需按照规定段落轮流去幕后换上指定服装，当幕布拉开时必须即刻停止换装并出来演唱。表演结束后，观众根据两队表现进行打分，分数高的队获胜。好，
接下来请欣赏，不好意思让一让，特别版本的时尚表演。第一位，李维嘉，向前一步，转个圈。接下来杨婆，向前一步，把手举高。接下来王小源，接下来来转过去，转过去，转到后面。全都在外面。好，孙坚同学出场。好，来学我这个动作，来右边高抬腿。你的秋裤都在外面，孙姐，你咋三条腿？好，下面张碧晨，张碧晨，哇、哦！刚才研究半天这衣服怎么系着。来，涛涛，请记住这属于夜华的眼神。今天夜里让你滑下去。现在各自回到各自的阵容，我们要请观众来最后投票了，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记住，刚才这边是不让团的表演，这边是让团的表演，喜欢哪一队就按哪一队，喜欢我们这一队按蓝色，喜欢那一队按红色，获胜的那一队将可以代表我们村参与今年唯一的这个文艺演出的机会。我也不多说了，朋友们先别着急，嗯，来给你把皮草送了。准备投票，三二一，祝大家红红火火，祝你各位战胜所有蓝冠。三弟，三弟，我们大哥请大家去香港玩一趟。开始揭晓，鸿运当头，想采访一下你们，我们输在了哪儿？输在了夜华。见笑见笑。今天既然这么开心，我们还是要把我们快乐大本营20周年的特制胸针送给其中一个幸运儿，我们有一个抽奖箱。哎呀，好，我们请晨晨来吧，碧晨，你来帮他们随便抽一个，看谁最后能够得到。我抽的话肯定是我，因为每次抽都是我。真的吗？我们看一下。哇，谁？古鬼 gay。 哇，好，这边，这是我们快乐大本营20周年的一个。哇，很珍贵。好，希望你会喜欢。谢谢。也要谢谢张碧晨，他帮你抽出来的，谢谢。提醒你下期看点，厉害了我的小哥哥们，他们奇招百出，竟变洋相出镜。爆笑成语接龙，连学霸王源也招架不住。含数字的成语，百万英镑。你最近很缺钱，真是本书。下一个不要跟金融有关好吗？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我尽挑不出你的毛病。王的排名表，这也猜得中才算你厉害。所有题目的唯一的正确标准由这个王座上的人来决定顺序，但是这个王座上的人也是会轮换的。下面一位王，杜海涛。咋了大哥？你表刚才了一切，我表刚才了一切啊。娜娜你不参与这个排名，你随你便，走开，让开，让开的。K.O. 来王坐一下。Yeah. 跟我们说说看此刻的心情。舒服。杜海涛最想和对面的谁交换人生？更有十八铜人残酷惩罚，谁在下游谁遭殃？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他恐高。20周年全新企划，不好意思让你来见到高晨。哦对。这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更有往日情怀，经典重现，难分高下。So deep, so wide。究竟哪对小哥哥能笑到最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感谢合作伙伴一抹透亮、立现水光、自然堂、素颜霜、快乐大本营首席台网合作伙伴飞鹤奶粉、合作伙伴养胃早餐、江中猴骨牌米稀，以及你好漂亮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博微信喽。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再见。